你为什么不点赞啊？别被我抓到你了啊！可是，确实是吃不惯。这刀不能补，他三级了。这兵线顺序很差，尽力补吧。鳄鱼他这个前期对线太强了，这把我需要稍微补一下 AP， 所以说选的简单。这得跟着去。鳄鱼的线可能会有点烂哦，但是其实没有那么烂。刀漏挺多的，这塔皮人工吃到，我以为我吃到了，不知道吧，上当了啊，看我叫大补直接就过来了，机会找得不错。我就打回两个人了，过来。
个动作，我来个动作呢。尽力了，齐亚娜这大招没推到我。哥们儿怎么上不去、啊？总共十一个人头啊，妈十个是我打的，我操！加油吧，绝望中仍有一线生机，还有点机会的。干什么啊，派克？他们是在钓鱼还是真打？别都去打，来得及，来得及，来得及。哇操，超人，超人，我们打野此刻就是超人。我的 KIC 超人龙抢到了，我把飞机杀了，他被龙打的没状态了。说实话，对面不打大龙还是优势的，这不打完直接劣势了。没开玩笑，这是大龙害人啊。可以来，可以来，可以来，我在。Q 闪啊，不要犹豫 ，Q 闪杀完他，剩下的人，我的评价是剩下的人插标卖手，把他杀了一波了，去，拿下兄弟们。我的 KIC， 没什么好喝的，打野 C 了，全是打野 C 了。打野 C。下一把啊，下一把，这个打野 C 了，我想说一下，但是我打字打不出来。表面我是 MVP， 这个其实是打野 C 的啊，这个懂的都懂，好吧。希望大家能够订阅，以后也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我的内容。谢谢大家。